最美的陈珊妮调教人生相谈室，欢迎来到陈珊妮的调教人生相谈室。今天又有谁需要解惑了呢？嗨，珊妮老师你好，我是美丽班呢。我这边有一个人生的问题想问你，如果这个问题我解不出来，我亲戚的小孩真的会看我没有？来，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，请问一串丸子有三颗，美丽吃了六串又一颗，请问美丽总共吃了几颗丸子 ？A 十颗 ，B 六颗 ，C 十九颗。再麻烦珊妮老师帮我解答了，不然的话，这些小朋友真的会觉得我是塑胶。哎，お願いします。让我来解答美丽本人的问题。首先，这不是一个人生的问题，好吗？这只是一个数学题。一串丸子有三颗，吃了六串又一颗，当然是答案 C 十九颗嘛。然后我要向美丽本人的亲戚喊话，别担心，你们小孩的反应是正常的，因为叔叔真的太奇怪了啊。没有调教不了的人，只有被教条限制的心。陈珊妮的调教人生相谈室，最后以他说这首歌回应美丽本人的提问，拜拜。